OK， 基地三等。哇，它可以直接升满耶，那么爽。OK， 那这游戏它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手游了。基地上等可以了，那所以要怎么人口到达？哦，因为你食物要足够这样。15岁食物要足够，食物还在飙啊。我们这个联盟也太强了吧！哦，对哦，社区绑定是一开始就会跳出来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它社区绑定一开始就会跳出来了。欸，我们因为游戏有英雄啦齁，我应该跟你们叫英雄的部分。哦，硬要跟我讲加速呢，这游戏。这边你可以做比较多的东西。这个自己自己开，然后就叫你去杀僵尸，然后杀僵尸的同时，你要有这个，你可以随便放一个位置，然后他就会帮你做出来啊。你看你现在就有两个位置。我比较好奇这游戏有没有手出欸。所以我找一下手出给你们看。嗯，我们现在也是有两个定律的，然后它这个位置也都可以让你随便摆，你要摆哪里都可以。哎，我是不是按错了？这个要做，现在手出哎，哦这里，那手出其实奖励呢，就是战场娜美啊。这只英雄。